一二三，爱因斯坦，好，耶耶耶，赞！就是，爆开，谢谢各位，我觉得我要出货了。先，对啊，十抽是水温嘛，人家三十抽，三十抽，哦，那我没看到，那我等一下再慢看。三十抽，我觉得出一支五八，合理吧？就来，哦，我觉得出货了、欸，我觉得出货了，轻松，轻轻松松。哥白尼十抽第一支，我的妈呀，这很可怕、啊，会不会又到我又是满满业障？我只有八十抽哎、欸，三十抽一线就很贪了啦。OK， 哎呀，我觉得三十抽两线，虽然说我自己满满业障啊，但是我觉得帮他欧一点，又是三颗彩啊，我觉得可以啦，是你要想想，这几率其实跟财神差不多。你目标是什么啦？除了哥白尼，其他中了我都 OK。又三颗，哎、欸，你十抽打水漂了、欸，两颗哦，两颗崩开，干青少崩开，哇靠，负二崩开，哇靠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今天小小分身仗不 OK， 很无感哎、欸，哇靠。我们先停你的好了，你好惨哦！哇，五颗彩蛋，六颗彩蛋，看你为什么自己抽就这么……啊，有出货吗？我靠，爆开嘞，爆开嘞！干，哎、欸，冰雨自己抽又出货了，哇靠！哥白尼一直，哥白尼一直，哎、欸，又爆开嘞！不是吧？如何？响尾蛇？为什么响尾蛇会？操你妈的！你要想想，是我帮你把业障都先挡完了，你才有办法十抽两支，好不好？你还是要感谢我，好吗？啊！哦，爆开，爆开了，爆开了，爆开了！谢谢各位，我觉得我们要结束了。巴甫洛夫，来，再来十抽两线，有没有冠影？哦，对，看你俩为什么准人可以爆开啊？哦、哎呀，又怎么又是龙马？今天怎么都是几只啊？哇靠！我不是故意的啊！陈百人在看我们抽这个可怕的池子，高杯来最后十抽，哦哦哦，哇，四彩四彩，哦，干最后一颗，不要，很惨啊！你们觉得啦？你们觉得我七十抽可以出什么啦？出几只哥白尼，我他妈就卖几只哥白尼来！哎、欸，我怕今天连防守员都不想出来啊！哦，四彩四彩可以。最后一颗，我觉得这一次一二三爱因斯坦好简单，七十抽一定可以出来。一二三，爱因斯坦，好，见见见见，赞！哦哦哦哦，看这个五彩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是爆开，谢谢各位，我觉得我要出货了。爱因斯坦来，怎么办？我出货哎、欸，我飞了这么久，总有一天是我欧的时候，总有是我欧的时候吧。我还想要抽一个 buff， 我们还是要继续抽，我继续追啦！报告，报告，报告！各位广大的非洲子民，请现在立刻动身前往区域前几天的直播记录档，这种罪大恶人需要大量的到赞惩处。干、欸，我觉得我这不玩了，完了，会不会这次我要抽 buff， 然后变爱因斯坦守门员？我现在要 buff 啦，我不要爱因的啦。你这样真的不行哎、欸！干，又克鲁。这次是欧洲人啊，干好，我们卖哥白，我们开始卖哥白，我们卖哥白咯，各位，这样可以吧？合理吧？非常合理吧？爆开 buff， 谢谢各位，我们来 buff 了 ，yes yes， 看我才不管你们第四步 dislike 的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开一个哥白尼给人家吧，哥白尼一只合理吧？不要来 buff， 人家要哥白，人家不是要 buff。抽女仆抽到宝，可是我现在只剩六十六颗哎。哎呀，你们就会出我最后一颗爆开，最后一颗爆开通常就是出。看你，我出我今天啊，没事没事，有事了有事了，哈哈哈。哇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会不会十抽入魂啊？代抽，你为什么可以杰明天也可以爆开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可以？一二三，爱因斯坦，好，好，接接接接，爆开！我觉得要出货了，我觉得出货了，真的。
谢谢各位，我们代抽，今天轻松协议毕业。我觉得又要出货了，我觉得又要出货了。不会吧？你觉得是守门员还是大脚？好丑，这个人也好丑。我决定我线下活动不去了啊！你们看不到我，你们找不到我，绝对找不到我了。一二三，爱因斯坦，好简单。爱因斯坦出来，来。哦，你看这个换序瞬间四颗彩蛋，还有待验证。哦，七彩，海姆不要防守我啊！爱因斯坦，好简单，四彩，我觉得可以。你看又爆开了，我觉得今天这个爱因，谢谢各位，我帮你抽到了，好不好？爆开！我的妈的，这个。这个账号